嘴角，甜蜜嘅你，甜蜜嘅你好吗？想知有几爱你，给你一半。兄弟们，这周啊，真的要好好直播了。今天晚上有监会啊，月月给你们播。然后啊，这周三、这周四传达衣服出专用的点吗？衣服专用点不点？出无级别可能多少有点贬值，但是略微可增加属性。不出无级别，万一是白板的话，无级别专用的白板会让你更加舒服。还好你点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第一个专用点了，没有出无级别。我扔神兵的人，我会记住你们的。出好东西有分红啊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白扔啊！我操！出了，兄弟们，无级别被截胡了，怎么办？迷恋哥的十亿军火被截胡了，这是一个刚刚买的号。鉴定899万的衣服，鉴定出了无级别。我们说好了，鉴定无级别的一瞬间，我要抽一个18000的么么哒红包。听听姐啊，有1.8万吗？扔神兵的兄弟啊，扔神兵的兄弟，稍等一下。刘洋把扔神兵的名字统计一下，扔神兵的名字统计一下，扔神兵的名字统计一下啊！刚才那几个扔神兵的老板的名字啊，统计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成就牛了，无级别啊，7月15号，咱们。千分之一的无级别几率真的是千分之一啊！咱们再鉴定第942啊，咱们是第三排的第一个出的啊，942加一再加五啊，再加一，咱们在949件出了无级别啊。好啊，挑战结束啊，949件啊，出无级别啊，一啊。来吧，兄弟，第一个262垃圾，225衣服球不是白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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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白板，不要白板，随便来点单加，来点双加啊，加魔力，加体质，体魔双加，来一个双加130，899万，成本价60块钱买的女一鉴定出了无级别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她的属性，来吧。逆天的双蓝字，可惜是白板，我劝你大爷啊！